我是香蕉机器人，准备好了吗？赶快跟机器人来跳舞。做些什么事吗？没有哎，一时还想不到什么好玩的休闲活动。哎，海盗们在伤脑筋，要做哪一些休闲活动？我们可以帮忙啊。小朋友，你们觉得海盗他们可以去做什么呢？玩沙，游泳，还有呢？还有冬泳，去动物园。小朋友提供我这么多有趣的休闲活动啊！可是小朋友刚刚说了好多好多，每一件我都想要试试看呢。那我们猜谜完再来决定好了。没问题，那现在就请章鱼船长给我们第一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球，看到了球就知道今天来猜的是一种球类运动。球类运动有很多很多，今天这种可以一个人玩。不过要是可以很多人玩会比较好玩哦。那要是我们猜对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来玩这个球类运动咯。好啊好啊，那小朋友有哪一些球类运动啊？什么球类？篮球，足球，还有呢？网球，还有什么？羽毛球。很好很好，小朋友你们知道好多好多的球类运动，看来你们都是运动健将啊。可是呢，这种球类运动要很多人很多人一起玩，而且要玩很久才可以知道是谁输谁赢哦。而且还要一直跑来跑去，跑很久。跑很久的球类运动是什么呢？但是没有球。没关系，彩虹姐姐，我们来听听第二个提示再决定好了。
没问题，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二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咦，脚，意思是说今天这种球类运动只能用脚来玩。不对哦。大家仔细听哦。刚刚说只能用脚来玩，好像有点怪怪的，因为啊，只有其中一个人是可以用手来接球或者是传球的。没错，其他人还可以用头、身体以及脚来传球跟接球哦。哎呀，这个提示太明显了，大家一定都有答案了。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，答案是什么呢？巴拉巴拉，哔哩巴拉，猜不到。巴拉巴拉，哔哩巴拉，猜不到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说答案是什么？足球。好，我们的答案是足球。是足球吗？我们请船长公布正确解答。可以很多人玩，要玩很久，用脚传球接球的球类运动就是足球。哦，他们答对了。耶！帮自己拍拍手。进球了。对不起，好运还是不来临，这次输得惨兮兮。哎呦！海盗们，是的，船长，接受失败的惩罚吧。麦伦，不然我们等一下就来玩足球吧。没问题，看我的无敌旋风脚哦！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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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哎，对了对了，船长，你有什么脚啊？耶！船长说他有无敌臭臭香港脚嘞，好臭啊！我有八只脚更臭。猴子，反复 A B C。罗西，你知道电视 television 可以缩写成哪两个英文字母吗？我知道是 T V， 因为我最喜欢看悠悠 T V 了。哇，你真的很厉害耶！除了 TV 之外，我们今天还要学习很多由 T 组成的英文单字哦。好耶，那我要赶快拿笔记下来。T Tree Tree 树 Tiger Tiger 老虎 Tall Tall 高大的 Table Table桌子 tickle tickle 搔痒 test test 测验。今天收获好多，学了不少由 T 组成的单字。那小朋友也不要忘记要多复习哦。把布 ABC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家无法不说，天天
果富含膳食纤维和奇异酵素两大精灵。爱干净的纤维精灵能帮你打扫肚子里的废物跟便便，使好菌增加，排便顺畅哦。奇异酵素能将吃进去的大鱼大肉分解成小小块的，帮助肠胃消化，让你恢复满满活力哦。奇异果好吃又营养，多吃奇异果才能包底黑皮哦。